日前街舞四第二期终于来了，王一博与韩庚的 Rhythm Battle 一触即发。王一博上来就是一组干净利落的组合技， Popping 舞台卡点好绝，每一个的动作卡点精准，引起极度舒适，单手反撑的动作跳的是毫不拖泥带水，最后的 Popping 连阵结束也是精准到位，让人拍案叫绝。可以说王一博每次的出场都给我们惊喜，呈现出的几乎都是完美的舞台，太有魅力了。王一博也曾经说过，街舞文化太值得我们爱了，因为在街舞中它不仅是一种艺术文化的积淀，还是一份爱的融合，甚至是一份身体与灵魂之间的对话。看来王一博很享受这个舞台，不得不说王一博就是为舞台而生。喜欢就订阅呗。